那今天我要跟你们分享二零一八年旅游的。 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世界很好玩》，我是主持人德一。那今天我们要聊的就是旅游，有谁是不喜欢旅游的呢？那今天我要和你们分享二零一八年旅游的八大趋势。那二零一八年玩什么呢？全球线上订房平台 Booking. dot com 公布最新二零一八年八大旅游趋势，包括风科技。 实现梦想的清单，清单旅游手众高 CP 值，还有养生旅游将会翻倍成长。那这份调查集中了一点二十八亿住客的评论，以及来自全球二十六国旅游的一点九万份问卷。那调查结果显示，啊、呃，结果显示呢，超过八成的人计划在二零一八年会尝试此生必去清单，不论是安排去世界奇观，走访美。 美食城市，还是随着现代旅客对于自助性的重视以及科技的进步，超过半数旅客想在明年计划一趟自由行。那我们也可以看见高度个人化的旅行模式继续受到欢迎。那我们来看看第一个，也就是科技在家旅行，也打造成了旅行的新新玩法。 那在二零一八年呢，科技对于旅行的重要性越来越高了。那根据调查显示，接近百分之二十九的旅客表示，他们愿意让电脑按照过去的旅行记录，这种安排即将直到旅程的行程。那有半数的客户认为，只要问题能被顺利的解决，他们并不介意科技取代真人的客服。那此外，VR 的热度也将。 再再创港新高，那接近百分之六十四的旅客希望可以透过 VR 的预览功能先体验再决定下定，半数旅客表示，透过科技量身打造的目的地推荐和当地呃经典精选，将会吸引到他们再次踏上旅途。那在二零一八年，科技发展将会更有呃突破旅行的关卡，帮助旅客成功找到绝佳的目的地和住的地方。 那第二，也就是用兴趣将让世界，下一站由你决定。那二零一八年将是梦想成真的一年。那根据调查，他们显示，在近半数就大概百分之四十五持有此啊、呃、拥有此性此生必去旅游清单的旅客中，有超过百分之八十五的人都希望在未来一年甚至达成一项。 那造访世界奇境是此生必须清单上最常见的选选项。那将近百分之四十七的人，他们希望在二零一八年亲眼看到世界以及呃景观的迷人风采。那而接近百分之三十五的旅客明年想跟着味蕾去旅游、旅行，尽进,进行享用国外的当地好滋味。那此外，岛屿度假、世界知名主题的乐园、公路游行。 还有体验特色的文化等选项，也被不少的人列出此生必去的旅旅行清单之中。那我们来看看第三个，也就是坐坐上旅行时光机，穿越回归复古的童年。那二零一八年呢，许多旅客纷纷计划就地重游，回去美好的回忆。在未来一年，多达百分之三十四的旅客希望回到小时候喜欢的地方，用全新方式探探索当地。 那这些旅客他们表示，家庭出游的回忆往往是最美好的，而老地方带给给他们熟悉和幸福的回忆。那其中，也就是十八到三十四岁的人最渴望这样的旅行，有超过百分之四十四准备在二零一八年重返他们最喜欢的家庭出游地点。此外，随着越来越多旅客喜欢在社群啊、呃、社区媒体上，就是 Facebook 啊 WeChat 上分享他们的生活，这些富含韵味的老地方也。 将会在二零一八年重返旅客的目目光焦点，吸引更多的游客造访。那第四，也就是朝圣潮流文化跟着呃饮食节目去旅行。那根据调查，呃，流行文化将在二零一八年成为大家的旅行新指标。呃，电视节目啊、电影啊、运动和社群网网络也对旅游及订房影响力道将会越来越强。那就举个例子吧，呃。 呃，布洛克和 YouTube 网络红人的推荐将会成为许多游客的灵感，那也占了百分之三十九。电视啊、电影和 MV 上的目的地影响力也不少，也占了百分之三十六。那超过百分之二十二的旅客会为了大型运动赛事呃计划他们旅行，其中更多超过百分之四十三已经计划在明年夏天的俄罗斯足球之旅了。 那此外，高人气电影节目也将在2018年带动旅游热潮。最热门的艺讯是《冰与火之歌》《权力游戏》，他们也占了百分之二十九。那也就在西班牙和冰岛。 那新世纪，呃，福尔摩斯和王冠占了百分之二十一和百分之十三，也就在伦敦。那金钱战，呃，金钱战争，也就是占了百分之十三，那也就是在纽约。还有就是我家也有大明星，占了百分之十，就在洛杉矶。那第二个我们要说的就是旅游度假加养生，那也就是为健康主题。 健康，呃，为为健康，呃，当成一个主题。那相较二零一七年呢，健康养生之旅在二零一八年非常受欢迎的程度，几乎也翻倍增，呃增，呃加大了。那其中最受欢迎的非徒步旅游莫。 莫属，超过百分之五十六的旅客表示想在二零一八年跟着双脚去旅游。那透过步行或者践行，细细欣赏当地的风景。那其他健康养生旅游还包括 SPA 和媒体课程、骑自行车啊、水上运动、全身排毒和 YOGA 放松等等。那对于大数百分之五十九的旅客而言，养生呃假期的体验甚至比物质享受更重要。 那第六个也是用万能旅行 App 争取超所值的旅旅程。近年啊、呃、近年来费用是一直对许多旅客的第一个考量。二零一八年决定去旅游的时候，会向经济方面更放更多的考量。将近一半的人，也就是啊、呃、大约百分之四十七的旅客，会将呃汇率呃列入在年度旅游的考量。也将近百分之四十八的人会看到目的地当地的经济。 呃，情况决定是否要往前。那对于零售商者而言，明年也将可以是期待的一年。接近百分之三十的旅客计划明年会增加在机机场的免税店的消费，而且每四个人当中就有一个人打算安排一趟购物之之旅。那现在的旅客对于自呃自主性的重视提升，跟团旅游也。 行不再是必要的选择，选择那拜科技和旅游呃旅游 app 所赐，旅游大小是越来越便利了。那数据有显示，超过半数的旅旅客想在二零一八年计划一趟自由行，显见目前高度个人化，货比三家找优惠，自己组成那个注册旅程的游行模式继续受到呃人家的欢迎。那我们要说的第七个就是呼朋唤友。 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根据调查呢，在游伴这些呃，你找这些类型的选择上，二零一八年比例增幅最高的就是和好朋友一起出去玩。那从百分之二十里。 二十一增加到百分之二十五，当然，除了可以跟好朋友在一起旅行，经济因素也是重要的考量。那百分之四十二的旅客表示，一群人出去玩就可以分担花费，降低每个人的成本，轻松住到比单人出游更棒的住宿。那我们要说到这个，你可以假装当地人，体验最真实的当地生活。 那短住公寓将在二零一八年大受欢迎。除了旅客要求增加私人住处的出租市场，供给也节节上升。以要求段来看，有百分之三十三的旅客表示，比起住饭店，他们更想住在短住公寓或度假屋。而呃，供给段也越来越加人。呃加。 呃，多人加入了。那百分之二十一的旅客正考虑明年在旅游订房网上出租自己的家。那看来今天我们就说到这。记得有什么你们可以去推的留言，我们明天见。